东瀛警署调查员要找你问话。喂，景良，你带领其他队员封锁各个楼梯口。郑景良持有枪械，我们要高度戒备。你们找暗联做什么？他犯了什么法呀？我们只是要了解梁协，却我们调查还那么安检。不了，都是你害的！我不了，我们去死在这里。警徽天职。 明天晚上9点，8频道。东瀛警署调查员要找你问话。喂，景良，你带领其他队员封锁各个楼梯口。郑景良持有枪械，我们要高度戒备。你们找暗联做什么？他犯了什么法呀？我们只是要了解梁协，却我们调查还那么安检。不了，都是你害的！我不了，我们去死在这里。警徽天职。今天晚上9点，8频道。